完之后，后边你要有定点的啊，来。
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为什么有点掰不过来啊？这就牵扯到我们练百速的第二个关键问题，叫交换。什么交换？刚才是重心交换，下面说的是版型交换。记住了啊，打完反手，对不对？打完反手，你准备还原，这样准备还原的时候啊，这准备还原的时候，在身前台面上肘前，用手腕手指在还原的过程中，等到这儿你交，我到这儿其实就交好了，你不能蹦到这儿，胳膊拽到这儿才行，老子才有权利啊。台面上身前啊，这儿都交换，这儿都交换啊，用手腕交换啊，用手腕手指，哎，没那么僵，你啪，这个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，这身前交换啊，手腕手指来，别这么掰好不好？哎，磕头掰山似的，干啥呀？这是你啊，所以说你们的过盘不能太紧，来，放松放松放松。对了，对，这身前慢，身前。晚了，对，交换，对，交换，对，交换。对不对？你要在这儿换，在这儿换，放松一换啊，放松一换啊，放松一换，来。聪明，咱家人数学系的，那多牛逼啊！他说：“我说你这在说干嘛呢？在这瞎他妈挠挠什么呢？重点，他说动作小，回应快。”我说：“你正好说错了，你前一个动作重心交换的交代的越完整，下一个才回来的快。你那个快，我这重心比你那个快。”反而第一块不好，第二还有一个点就是，你出来那球属于什么呀？因为你动作太小了以后，这动作的质量是跟动作的这个 size 啊，这个幅度大小是有直接关系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，哎，你不能说我为了快，这他妈叫快，瞎挠你挠的是谁呀？就是你跟你这个人的这个打法、身高、胳膊长要成比例才合适。说白了，我教小孩的时候，我要求的比例什么呢？100%到120%，看着要大一点。他怎么这么高合适？您刚8岁的时候看着正合适，到16岁，脑彻底完蛋。原因就在这儿。所以说我刚才从你第一个上手开始，我认为什么让你传球展示出去，原因就在这儿。因为什么？我一看你就是这种人，手感特别好。就从来没有舒展的打过反手，我这么敢，我就敢说这句话来，打过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很简单，我跟你说，我有时候教那种接受能力差的小孩，你是怎么教反手吗？伸直了，哎，胳膊每一次都伸直，伸直，对，不许发力，别到这儿呆着，不要平推，什么感觉啊？哎，这一扇门。可不是你们家里面故宫三大殿里面你怎么推啊？你是不是得按住了慢慢才能推动啊？对，要那个出去伸直再回来。